耶，没给你带好吃的，是给客人带的好吃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大姨他们来了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三诺，嘿嘿嘿。哎，那个鸡呢？饿了一种。也许。我们买了一个小牛犊，因为我们家有两个花花嘛，所以可以喂它。我们现在看看。叔叔家大牛已经就是不太行，所以哎呀，这将会是我们新的成员哟。好稳个呢。啥时候上学呀？不知道。呀！没事，没事。这是什么？甜甜圈。甜甜圈。这是什么？酷奶。又一，又一。酷奶。奥特曼。酷奶。奥特曼。机器人。机器人。大家都好奇我为什么会说汉语？其实我们从小就会，而且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看电视、看手机上面，从动漫就开始学习。他们两个都是没有上学的，还没有开始上学，年龄没到呢，但是会说汉语。黄色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红色。绿色。这要把谁给拿？他什么任务？姑姑，妈妈咪就姑姑可以咪接。我做的咖喱鸡块，还有炒的菜。这姑姑带好吃不哟？啊？乖，没人偷吃吃。呵呵呵呵，只能。